起大合照生日快乐，并且请两位百岁的爷爷奶奶一起切下庆贺长寿跟重阳的蛋糕。桃园区汴州里日前在桃园炼油厂活动中心举办重阳敬老餐会，现场齐开将近70桌，让长辈们一起享用美食，并且拍美照留念。里长更以办的是态度，来的是感受为主轴，希望长辈们能感受到关怀与被敬重。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的一个长者在我们汴州里他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汴州里啊有关怀据点啊，有长青会啊，有这个重阳节，还有我们这个啊敬老金哦。那我想这个最主要就是一个态度，我们啊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辈啊对长者啊的一个敬重。我们希望啊我们的啊年轻的一辈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阿公阿嬷，对我们的长辈，都一定要啊尊敬。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，我们举办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。除了美味的餐点跟精彩的表演，汴州里还跟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合作，让爷爷奶奶们穿上美美的服装，在浪漫的背板拍照，留下美好的记录。大家都说觉得很棒，很有意义。很好啊，做个纪念。很开心，而且很有意义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了哈，对我们这些老人家很有一个就是很重视啦哈。以后的问题呀、啊、长照问题呀、啊、什么都里长都很重视。重阳敬老餐会中，桃园市社会局长也特别代表市长到场参加，除了祝福之外，也宣导市府对长辈的照护福利。尤其是这次我们在我们的桃园的巨蛋办理的时候，有个据点的一个成果展，就可以充分的显示，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的邻里里面，不管是社区发展协会，我们的据点活动，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热活。所以这个是由我们市长希望在我们社会局在办理所谓的延缓老化、乐龄乐活、健康出境，也是我们未来继续要来做很好的一个实现。最主要是今天能够祝我们今天重阳节所有的喜瓜老人，每个老人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桃园区汴州里每年都会举办重阳敬老餐会，已经延续多年，里长每次都会规划小惊喜跟活动，希望借此传递青年对长者的关怀与敬重，让爷爷奶奶们都能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。